这把有多离谱，双方预选的英雄竟然一模一样，并且双方借用的英雄正好是我们预选的英雄，并且这一把是系统随机分配英雄，并且还有人被分配到了一个妖妖公主，崩溃了，我真的崩溃了。并且这一把双方英雄都出六把无尽战刃，六无尽的妖妖公主恐怖如斯呀。啊，好的，菲菲公主路见不平一声吼，就问这个墨子砂锅大的拳头见过没有。滚，你干嘛？可恶，到底是谁在玩这个墨子？接下来超不要要登场。话说你手机里面第一张表情包打得过300斤的菲菲公主吗？这边可以看到菲菲公主已经碾压东方药。还有谁？可以看到现在的菲菲公主也是非常的嚣张，那么接下来就奖励她一个双枪小子。刚才菲菲公主轻松拿下双杀，现在没有大招的菲菲公主只能被吊打，真是辉煌时刻人人有，别拿一刻当永久。我只需要略微出手就一只天庭。啊，哎，不是猴哥，你在搞什么飞机啊？众所周知强者从不抱怨环境，瑶瑶公主也是轻松拿下夏洛特，加油貂蝉，我相信你可以的。